天要来教大家如何解决马桶按水开关渗水的问题。主要原因是因为水位太高，我们可以透过调整浮球。稍微锁紧一点，我们可以看到水位明显的低于我们的开关，这样就解决了我们漏水的问题。我们修完了马桶，接着我们来更换灯泡。身为一个不专业的水电工，家中有个铝梯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吧。今天我们要来换这个 LED 灯管。厂商很贴心的，在灯管的周围有一个防撞设施，加装了一个小小的保丽龙。安装方法也很简单。对准孔位，放上去之后，旋转半圈，搞定。